然后垂直，这个叫 x 轴，那个叫 y 轴。OK， 首先把它的合力求出来。F 二 ，rho g， 质量中心在这儿，所以这个就是2公尺，所以是这里是1公尺。它的深度是10+1/3 × 30度，质量中心的深度乘上面积，面积就是1/4 π/2 的平方，合力。然后我们要求出YC 是什么 ？YC 就是这段的长度，这段长度。那这个是这里是10+1/3 theta 这么长，对不对？然后再除上sin theta 这么长。圆的是多少？4/4 π半径的4次方。所以 y 二知道了，请问它的力矩是多大？减去多少？所以力矩我们称之为 s 的话，多少 ？y 二减去十。对不对？因此，这个板子在这个上面所遭受的力矩 F 多大 ？F(r)/s， 这个要被谁来把它顶住？这个板子我把它先画成这样子。现在是我的外力 F2， 这边是我的压力。注意啊，我的压力都叫做什么 ？P A。既然是平均力量，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平均力量乘上面积就是它的 F 嘛？然后施力点一定是在一半的地方，所以这要等于什么 ？P A 乘上面积。1/4 π/2，这是我的力，乘上多少？1公尺啊。所以我要多少的空气压力？我在做自动控制的时候，远端也可以控制，什么压力？一到嘣，可能放出一些什么东西啊，或什么的。我们要不休息一下？